吃呢。这个脚呢，先把它定起来。哦，定一定有点很重，有点很重要哈。嗯，我发现定斜的，对不对？斜斜哪边？内斜，这样子，这样内斜。一定要这样子斜，不能这样斜，不能往外斜。对，因为你这样斜的话，万一有风有力，一拉就拉起来了。这样子斜，它的拉的力，它主抗拉力比较强。好，我们要当一个斜杠青年。好，斜起来，斜起来。斜45度啊，对，这样真的就可以固定了，好神奇哦！要多深啊？打平，打到底哦，打到平哦，打到跟地板一样平，好好玩哦！我也要打，哎，我的怎么会越来越歪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 ，OK， 因为它底下有石头，它就顺着那石头的缝下去，可至少它还是斜的。来，我们一个脚一个脚来哈，好，我们一个脚一个脚来，才能维持它的平整。好，来再来换谁？小心手哦，小心手哦，哎，握下去一点。你把那个拿开一点，另外一只眼睛。曲艺变做工的人，你刚好穿工作服哎。我也觉得，好无违和感。我们今天穿工装是对的，就完全配合懒懒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都 OOTD 做工的人。曲艺的帽子很像国小的学生，可安吉的时候，我上一次也拿樱桃小丸子。OK，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看着懒懒，懒懒来，我要帮你纠察队哦。对对对，最后一个也拿。好，压轴，压轴，压轴，来了，斜杠青年来了。哎，这样子拉紧。对。想到上次的洗蛤蟆，我就什么洗蛤蟆？讲100年，他说他很辛苦，他洗蛤蟆。斜一点，等一下，洗蛤蟆有什么难的？给我点时间。对他上次说他洗蛤蟆好辛苦，对，我问号，很辛苦哎哎，我还那个剥虾子还给他吐沙呢，不是吐沙，剥虾子给他吐沙，剥虾子给他吐沙，那个沙场还给他弄起来耶。哦，好，我想说你剥一边，你能一边剥虾子一边吐沙，那 OK 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，好，下一位，下面一位。下一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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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那么难。哎下，小心呢。四个柱子把它给拉起来，这样子撑撑起来，拿起来，哎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撑着，然后压轴是谁？压轴来，啊，这里这里，请进，已经可以进去了，大家去把它顶起来，把它往上顶。你说要到使出你最大力量往上推，用力，不要拉坏，用力推，推，用力，我们要拉，用力，不用拉，好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很方便，就这样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对。不会歪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外帐还没搭，盖上去，来，往后，往后，来，拉，一二三，加油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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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，好好好，哎，不好，好一点，可以哦，我看，我们的门口歪了，好，没有，来，再来，好好，可以了。